我生在若江，小时候和若江族其他人一样，长在山野之中。 富贵谷处于玄牧族与宣阳族的西南交界处，属于兵家必争之地，意志以来，我若将凭借绝佳的地势，四面环山，又有瘴气阻隔，虽名义上归玄牧族，但玄牧先祖却与我若将先祖数度交战未果，便定下部落自治的规矩，不受玄牧管辖。然而玄牧族第一高手童征，却认为不归谷乃是军事要地，必须拿下。 听凭玄牧族军队调遣，以期在玄牧与宣阳之间竖起一道天堑。童征派出玄牧族高手围攻不归谷，我为救不归谷的百姓，与童征展开一场恶战。一不小心被童征偷袭得手，受了重伤，只好向树林中逃窜，以图引开童征。 我没有恶意，不信你看，我再有灵力帮你疗伤呢。哎，你别动，你的伤还没好呢。这里很危险，你赶紧走。瀑布后面就是不归谷，你又是被灵火所伤，难道？ 你就是率领若江百姓对抗玄牧大军，和童征作战的若江英雄赤云吗？是你救了不归谷，你真的是个大英雄。你赶紧走。 好小子，没想到你的伤居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得这么快，快走。 Thank you.
玄武王，以一己之力率数百之众，抵御我玄牧十万大军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若将赤云，那你可知道我是谁吗？他刚刚不说了吗？你是玄武王。 就算你是玄牧王，你也别想抓住我。即便你可以逃走，可不归谷那些若江族的百姓可逃不了。不如你我做个交易，你看如何呀？我可以救你护着的这位女子，并且答应你，玄牧。 永不在攻打不归谷，还不归谷，永世太平。但你也要代表若江向我起誓，和我玄牧永世结盟。如果玄牧和宣阳等大族开战，你若江必须站在我们这边。就凭他一个小小的若江，也配与我玄牧结盟？同征听令。 我将与若江永世结盟，并答应他们，永不驻兵不归谷。听清楚了吗？陛下，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除了你刚刚说的，你还要把你的医术，还有种植五谷的法子交给若江的百姓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我也有我的条件，我让你若江供给我玄牧兵器，你本人也要去玄牧山向我玄牧工匠传授锻造之法。 并助我采集草药，我可以派人将医术和种植之法交于你们的吴王，从此你我两族互不开战，互通有无。你看这样可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但你必须救了这女子。她伤得实在太重。 但我用的这种特殊药物，也许会让他忘记受伤前发生的事情。好了，等他醒了，一切都没事了。你我先去见见你们的吴王吧。 思念了整整十年的阿母。
你这个大骗子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你明明就很厉害，在百里山的时候，你还装受伤，还欺负我。阿木，来，干什么？ 修炼灵力，能驱策鸟兽，但也只能驱策受过训练的。像这样能驱策灵智未开的鸟兽，根本不可能啊！真好吃。这是玉山上最好的一只蟠桃。 咱也只有生活在玉山上的鸟儿才知道，不就是能驱策百兽吗？看把你得意的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以前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即便是山中最聪明的红狐狸，也要把最好吃的送给另外一只狐狸。看到你的笑容之后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哦，你说我是狐狸啊？对啊，你就是我的母狐狸啊。 你竟然叫我母狐狸！怎么了？你就是呀，难道你不是吗？你站住！我就不站住！我才不是呢！这三幅图虽说用心巧妙，但也均在揣度之中。要说没人能懂。 不至于。江，原来它的精妙之处正在于此。 快让我下来！这里可是玉山。逍遥，速度很快，抱紧我。有事来迟。 望王记恕罪。无妨。那你觉得那个图样如何？可能解得其中意思。解出来了，这三幅图拼在一起，刚好是个“家”字。云桑姐姐，你快告诉我，你到底给锦时将军送了什么呀？我送给了他三幅画，拼起来呀，正好是一个“家”字。 我明白了，姐姐是想借这个字表明心意，想和景时将军结成一个家。他那么聪明，希望能猜到我的心思，肯定能猜到的。只是不知道王姬所说的“家”，到底是指百姓还是王族？既不是百姓，也不是王族。在下知道了。 王姬所指，乃是整个大荒。想不到王姬竟心怀天下，在下由衷佩服。能将整个大荒了然于胸，恐怕这世间也无人能比得上你了。要我说，你都解读错了呢。都解读错了。聪明如你，也不过如此。 家子，不是黎民百姓，也不是宣扬王族，更不是大荒。难不成王姬的意思是我与他的？你快看，那里。
是瑶池，那里是地宫入口。星君云之巅，天之月，君赠我长相恋，难相见。你一滴，我一点，许愿有多年，总是眼前一面。锦书自云中来。都说云淡风轻，留不住风，更带不走云，而你却生生为我将云彩留下了。如果这世间一切都可以像白云一样能够留住，那该多好啊。阿莫，以后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给你，哪怕你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一定会摘给你。我不需要什么星星，能这样俯瞰玉山，再加上这片云朵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我送君云之巅，天之月，君赠我长相恋，难相见。纸上字两三行，读来终不见。山外荒草，阿莫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。你放心吧，有我在，谁都不能伤到你。我会永远保护你的。赤云，快放我下来！我被玉夫人幽禁在玉山五年，这五年是不能离开的。管他什么玉夫人，我已经等了你十年了，我再也忍不了五年了。我今天就一定要带你离开。禁止！请玉夫人恕罪，阿莫只是一时贪玩，没想到触了玉山的结界，都是阿莫一个人的错。哎，是我硬要带他离开的。你要是罚，就罚我一个人好了。敢闯我玉山结界，岂是小事？赤云，你既然是若江的首领，就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，否则，我定然让你整个若江都给我一个说法。哎呀，你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去找云桑姐姐。如果玄木王愿意出面的话，你和若江一定会没事的。只要你开心，我怕什么呀？我就可以代表若江。你胡说什么呀？亏我还把你当成若江的大英雄呢。你是没关系了，那若江的百姓呢？万一玉夫人责怪下来，遭殃的可是若江的百姓啊！你要为了我，置若江的百姓于不顾吗？阿莫，你去还是不去啊？为了你，为了若江的百姓，我去求他便是。云桑姐姐，眼下也只有你可以帮赤云了。赤云，你可真会闯祸呀！你若是为难，那便算了，我自己去找玉夫人领罪。还嫌你闯的祸不够吗？这样吧，我先领着你们去见玉夫人，向玉夫人道歉，看看夫人什么态度，回头再禀报父王，让父王出面吧。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赤云和阿莫只是一时贪玩，不知道不可以离开玉山，还请夫人开恩啊。
我是看在他刚刚拿了大荒英雄榜第二名，和若江族向来与世人友好的份上，没有当即罚他，已经是给足了你父王和他的面子。此事已定，你不必再说了。赤云确实心直口快，但是没有恶意的，可坏了我玉山的规矩。总要给我一个交代吧。求夫人，看在父王的份上，网开一面吧。 你不必再说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来都不能改变。有能耐，你让你父王带着玄木大军来我玉山。阿木，我不怕玉夫人惩罚，就怕你不理我。 赤云，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？你要再这么任性妄为下去，阿莫迟早会被你害死的。只要你能让阿莫不要不理我，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老老实实待着，一切交给我来处理吧。 云桑姐姐，这件事情你到底打算怎么处理啊？虽然赤云冲撞了玉夫人，而且坏了玉山的规矩，但是他本来不是坏人，而且这件事情本来就因我而起，我也是有责任的。姐姐，你一定要帮帮赤云啊！你也不用太担心，虽然赤云犯了玉山的借条，但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但愿如此吧。 只要赤云不受到责罚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想此刻诸位定是急于要看到这无所不知的玉山神鸟。按照规矩。 当由此次大荒英雄榜榜首凌云圣伦来向玉山神鸟提一个问题。谢玉夫人，你猜他会问什么问题啊？定是与河图洛书有关的。 谢玉夫人，我这玉山神鸟已经完成了它在这世间的使命。难怪只能一人提问，其实根本就只有一次提问的机会。大家一定都想知道，我向神鸟提的什么问题？其实告诉大家也无妨。我问的是河图洛书的下落。 神鸟的回答是：鱼渊、金鸡、玉。知不知道河图洛书对我们凌云有多么重要？你好不容易才获得大荒英雄榜的头筹，有提问神鸟的机会，你现在把答案公之于众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什么？ 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此次既然是我夺得榜首，那我便有权利做出决定。此事我一定会禀报父王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跟他交代。你本来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，你最应该待的就是极北之地。
为何不把你的真实意图告诉他？他是你弟弟，说出来也可能会缓和你们兄弟之间的关系。此时他正在气头上，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我，他只想独占这个消息，抢占先机，并没有考虑其中的利害关系。虽然这第一是得了，但消息却不能独享，因为一旦独享了，凌云便会立于孤立无援的境地。所以你把这个消息跟所有人说，让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河图洛书。但在这之前，所有势力都会维持现状，起码你们凌云是安全的。这世间最懂我的恐怕只有你了。大哥，秀伦哥，什么事这么心神不宁的？我这不是担心阿莫吗？眼看马上就要离开玉山了，你们到底想到办法救他了吗？难不成真的让他在这儿待五年？实在不行咱们还是告诉父王吧。不行，此事要是父王插手的话会更麻烦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留在玉山。什么？留在玉山？不，这算什么办法？玉晨的意思是先让阿莫留在玉山，利用玉山的灵气养好身体，然后再以我妻子的名义迎他回去。正是此意。这办法虽好，只是若是让阿莫知道，他能同意吗？我们的父王已经互通书信了，此事不能改，只能这样。而且女孩子家终归是要嫁人的，在我眼里圣伦应该是不二人选。你们先聊，我走了。哎，我得先跟你说好啊，若是你我同时在鱼渊遇到了金鸡，我可不会因为你将是我的妹夫而相让于你啊。无妨，各凭本事。嗯，大哥，若是让阿莫知道自己被安排联姻，以他的性子只怕……所以不能让他知道，明白了吗？赤云乃是若将旷世奇才，若将若无赤云，必将大乱。玉夫人向来心系天下，还望玉夫人看在黎民苍生的面子上，饶恕赤云之过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等来的你的第一封书信，竟是为他人求情。玉夫人，既然是我犯错在先，我甘愿受罚。今日我以若江族长之名，请求玉夫人罚我跟穆青墨一样，囚禁在玉山五年。放肆！你把我玉山当成什么了？何至于成了囚禁之地？如今你想要留在玉山，我偏不如你愿。你走吧。谢谢玉夫人。哎，玉夫人，你要不考虑一下，还是罚我吧。玉夫人，你能不能别添乱了？我不能就这么丢下阿莫自己走了。不行，我们必须即刻启程赶往鱼渊，要不然就来不及了。自从凌云圣伦宣布了河图洛书的下落以后，各族都争相赶往那里，我们必须马上启程。如果我帮你找到了河图洛书，你要帮我在玉山多待一段时间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帮你想办法。你真的会帮我？我不帮你想办法，你不是也要留下来吗？余渊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你知道的，逍遥的速度无人能敌，就算我比他们晚出发一两日，也不会比他们晚到的。我被父王流放极北之地八年之久，如今重返凌云，不知当年跟随我的部下还剩多少。此番在玉山，我与帝音又出此事，我们之间算是彻底决裂了。待我回到凌云，怕是会掀起一场血雨腥风。请王子放心，我自会提前返回凌云，暗中联系各部，尽我全力为您争取支持者。我正是此意，不过在回到凌云前，我要先去一趟鱼渊，若是能一举拿到河图洛书，我们回到凌云的胜算就会大一些。只是鱼渊各族齐聚，
形势定是一触即发，万分危急。你一定要保全自己啊！各自保重。可爱吗？碧碧，好可爱啊！你从哪儿找来的？他受了点伤，不知道能不能养活。啊？为什么受伤了？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因为争夺食物而战死。后来妈妈用爪子把自己的肚皮划开，把他拖了出来，所以先天有些不足。等我找到他的时候，别的动物正在攻击他。太可怜了。以后这只碧碧就是你的了。玉山是疗伤圣地，你在这儿帮他疗伤，他在这个地方也可以陪着你。只是这狐族十分金贵，又很难养，加上他现在又这么虚弱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我跟你一起想办法养活他呀。哎，我好像有办法可以救他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初见若缱绻，誓言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魂惊细又何年，心有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今年，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。